这首歌其实我没有不喜欢它，但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善于装可爱这件事情，所以在现场的时候总是会有这么一点别扭。你们说呢？不会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我挺可爱的。漩涡中挣扎，拜托不要再叫我装可爱了，就像在漩涡中挣扎一样。这几天因为我们练团还蛮累的，然后我跟肯肯，我们两个人的闺蜜，我们是算某一种闺蜜的蜜语，就是她说哦好累哦，我就会说漩涡中挣扎，我们就会一起哦哦哦这样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怎么样？内裤卡屁股吗？我在讲什么？你们小时候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？这个可以讲吗？这也没什么啊，就是体育课的时候内裤太紧了。刚才讲到第一章对不对？第一章的时候，其实我去唱校园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分享真实的感情。这样，我去唱校园的时候，可能我唱母母的时候呢，大家可能会比较觉得哇哦，想说母母这首歌很感人这样。但是可能请学生一起唱的时候，可能太高了，我就换他们唱就会母母啊，很小声，觉得。而且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啊，我很帅，我唱这首歌，我不是说这种帅，我是说，就是我就很在那种拿出感情，我就只是好想回家啊，摸摸摸啊，我就整个大逼车，而且我还在那边耍帅，然后就大逼车，所以我对这首歌心里是有这么一点点的，对阴影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唱这首歌，然后呢。我记得我唱录的时候我就自嗨嘛，对，然后也不管台下理不理我，反正我就自己唱自己的。那我唱119的时候，我会请大家陪我一起嘟嘟嘟嘟嘟二三嘿这样。有人知道？读过很多学校嘛，就每一间都跟，所以就会然后就是他们唱别墅我不懂的时候，可能大家就是想要认真听我唱。但是唯一讲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大家可能比较有共鸣，然后也是唯一一首我会听到台下有反应陪我一起唱的歌，这首歌叫做不快乐，对吗？你看你们都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今天气氛好多。等我一下，我喝口水，因为真的前面两首歌好累哦。你们都会唱吗？其实我挑这首歌的原因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合唱，所以希望你们管好自己的嘴巴。就是说呢，这首歌我们就来咯，这首歌叫做快乐。